我在后面录影哦，哎。我过。我现在真的大抖一下。哎，要拿红茶计量，就两个人帮忙，因为那个是比较品质差一点的。准备了吗？盖子啊。哎，这样这样。那然后旁边是实验培养皿，这边是饮料，那个很突兀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就到外面喝吧。你们没办法，那个好。先放着。好，你要给外带内用都可以。嗯。